水平。那今年品质怎么样，理事长？今年品质非常好，为什么？而且今年量会比较多。大概多少？多多少？以我们产销班本班来讲啦，哈，出入批发产销班来讲，应该会增加40%以上。那增加产量的原因是？因为去年受到，应该是说前年啦，前年受到台风的影响，去年就结果就很少，今年整个一个没有受到台风，没有台风嘛，整个枇杷树大家都长得非常好，所以说今年的产量会增加，而且应该看起来品质会很好，所以说今年大家可以品尝到，真正的台东出入的枇杷。